和对的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有人说你会有安全感和亲密感，也有人说你可以做你自己，但对我而言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我和杨在一起已经11年了。那年我21岁，他22岁。我还记得那时对他的印象，就多一个人吧。但是你总会想尽办法来与我互动。我们喜欢旅行，也喜欢吃。就这样，我们跑遍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，体验过许多国家的温暖，营造出只属于我们专属的回忆。从早上睁眼到半夜醒来，你总是会积极响应我24小时的需求。幸福不仅仅是和喜欢的人吃很多美食，看很多美景，而是你想要怎样，我都依你。就这样过去了，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很近，我们的未来很长。说实话，直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不知道和对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但我知道的是，我们相处起来很舒服，无需刻意表达，一个动作你我都清楚，最重要的是怎么都不腻。